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逸控这款攀爬车的用料配置。 PC 材质车壳，吸塑成型，配置尼龙塑料的材质行李架，以及电镀塑料材质的仿真油箱和千斤顶。看起来它的一个仿真度是满满的。合金材质的电机安装座，电机安装更加稳固，而且还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。 CNC 工艺的合金材质实心大梁，区别于传统的钢制空心大梁，拥有更高强度的支撑力。加硬合金传动轴，保证动力的输出不易坏，加粗合金拉杆以及避震筒，强度更高，更耐用。高强度尼龙塑料材质的前后车桥，兼顾韧性和强度，正常玩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配置 1.9 寸的高强度尼龙塑料材质的锁胎轮毂，以及超耐磨的橡胶胎皮，还有内置海绵，可以给车辆提供很强的一个抓地力，提高车身的一个攀爬能力。单从用料上看啊，这款车卖2580元这个价格